走，回屋睡去吧。哎，你睡在这儿你会感冒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死了才好呢。哎，你想死哪儿就死哪儿去啊！别死在这个家里，我可承担不起谋杀亲夫的罪名。走，睡。你还知道我是你亲夫啊？总比你好吧？你连我是你老婆都不知道？你才不是我老婆呢！我老婆不会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孤苦伶仃的自己回娘家去。是你妈赶我走的，对吧？你不把我妈也赶走了吗？我没赶他，你妈赶的不一样吗？我懒得跟你说啊，赶紧回去睡。我明天早上还一早上班呢，赶紧睡去。我不睡，你睡你的，你管我干嘛？哎，你睡在这儿就是向我示威，你知道吗？啊？这示威怎么了？我还可以游行呢，我是公民。行啊，你游去啊你啊！你要游，你到外头游去，你别在家里游。这个家，这个屋，现在除了睡觉，什么都不允许干这也是我的家，我想 do what 就 do what。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也是我家，快点，快点！打倒盛开，我还喊口号呢，打倒盛开。谁也不吃你！罗耀辉啊，几天没洗脚了啊？若干天，熏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啊！一股子咸带鱼的味儿啊！就为熏你。行了，先洗脚去吧。不洗。哎呦，洗不洗啊？不洗。你洗不洗？哎呦哎呦哎呦！洗不洗？不洗。不洗？不洗就不洗。你洗。哎呀！慢点，洗。哎，疼了疼了！哎呀！哎，我帮你搓后头，你自己前边那个咸鱼干似的脚，你自己给我抠干净了啊！抠着呢。来问你个事儿呗，啊？盛望林他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呀？啊？没有。这人想干什么呀他？往下点，往下点。啊，这儿。再往下。对，使点劲儿，搓出血了都。你让我使劲儿的啊！哎呀，好久没这么舒服了。哎，你妈那么疼你，她怎么不给你洗澡啊？她来劲啊！我敢来劲吗？我？啊，我这成天老老实实的，毕恭毕敬的，老天爷还不停的找我麻烦呢。哎呦，最近真的特别不顺。可能我在厂里做坏了一批活，然后我要赔偿对方30%的赔偿款。赔偿？嗯。30%多少钱？这个数。80啊。8000。多少？我去！你别搓了，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，盛开？你赔8000。哎呀，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合同上写的，而且这次是我不对，我自己把活做不好了，所以。人家媳妇都是捞钱的耙子，你是捞钱的网兜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认栽行，我不认栽，我这事帮不了你啊。我还没求你呢吧，我啊，你求我也没用。人生似鸟同林栖，淡淡来时各自飞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没意思，我不是你赔8000块钱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给你送鞋来了，
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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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我自己可以。我你开门。是旧鞋呀，跟新买的一样啊！这是，怎么样，还满意吧？好看。啊，家里还有没有了？都拿出来，我都给拾掇拾掇。隔壁单元的马大姐，嗯，她看你跟我修的那鞋，问在哪儿修的，嗯，她也想把她的鞋修修。你这是拿来。那我去拿了。取去，取去，来，这给我。嗯。哎哎哎，妈，啊，开呀，哎，妈，那什么，您能借我6000块钱吗？你要钱干什么呀？你就别问了，我半年还你什么？你跟我借钱，我怎么就不能问问呀？我在厂里，我做坏了一批活。然后人家退货了，我得付赔偿违约金啊！你故意做坏的？我怎么还能故意做坏呢？我，那人家为什么要罚你啊？我是负责人，我。哎，盛开啊，你说你家里家外的你都不省心，你那儿一点钱都没有啊？我钱都装修房子，我哪还来的钱呢？我。那造事单位他不是赔偿了一笔赔偿金吗？这还没等我开口呢，他就把我给锁给堵了，我要不出来。我，他凭什么不给你啊？那是夫妻共同财产。不是，郑老师，这钱还真不是夫妻共同财产。肇事款它是属于罗耀威的私人财产的。这谁说的？法律人，法律说的。不是妈，您有钱没有啊？我刚开的工资4000多块钱，还有就是银行里头，他此期拿不出来，我这一时半会儿的跟你哪儿凑去？不是妈，嗯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再求您了，您说什么也得给我想办法去凑啊你啊！妈，妈，您听我说话呢吗你？行行行，叫魂儿啊你！妈妈妈的叫着，你回来取吧你。怎么了呢？这是？干什么呢你啊？啊，看买啥了。吃饭了啊？啊。
怎么没肉啊？你给我买肉的钱了吗？你工资呢？你工资呢？我70%的工资。你拿1%给我看看也行啊。不，你诚心不想让我吃是不是啊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别扭呢？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啊？你原来也不这样。我知道，不就因为我没给你钱吗？钱算什么东西？不算吗？上次我给我妈钱，你就老大不高兴。我的情绪还能影响到您吗？你真说对了，你影响不了我。哎，那是我亲妈，我的生身之母，我就应该孝顺她。孝顺？你那是孝顺吗？那是什么呀？你叫讨好，极其可笑的愚忠。盛凯，我问你，自打咱结婚以后，我是不是第一次给我妈钱？啊？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？你真逗你。陆小慧，我跟你说，你给你妈任何东西，哪怕你给你妈钱，我都不会不高兴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现在遇到了困难，赔偿款你一分钱都不给我出，你就是为了让我生气。你选择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给你妈钱，你还是为了让我生气。我告诉你，罗耀辉，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啊！那是你愿意生气。你要是这么愿意生气的话，那气有的生了。我妈来电话了，我姐那边要换房子，不够的我得先帮她垫上。赔偿款，你全部都给你妈和你姐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但这个家所有的装修和家电都是我花钱买的，你要是把我逼急了，我就把他们全部都给卖了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耀辉，人出门了。啊。耀辉，媳妇儿怎么没跟着呀？这要再碰一下，可了不得。啊，那个忙着呢。小心点。哎，玩着玩着。周磊毅啊，年轻人。哎。一天比一天长，我不愿意回家，也不愿意去单位。满世界没有一个我想去又能去的地方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有点危险。
给。老顾穿着你给他修的鞋满世界显摆，那又揽了一双活。哦，隔壁单元倒给他闺女的。好，好。只要没给你丢人，我觉得就挺好。哎呀，赶明儿我真是想开一个皮鞋美容店，就我现在这手艺啊，一定买卖好，能挣钱。开个店得多少钱？房租、水电，再添加点设备什么的，十几万吧。盛开借你那钱，我过两天还你。上次怎么扯这儿去了？那钱是要还的。是你还不还的，也得等盛开他手头宽裕了自己还呢。他都不着急，你跟着着什么急呢？你坐那儿。嗯，坐着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那枚图章不知道放哪儿了。放哪儿了吧？不是，这抽屉里、箱子里、柜子里，我哪儿都找了无数遍，找不着呢。那是不是孩子们拿走了呀？盛放从小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。盛开要拿什么东西，他会告诉我的。问题是我半年前我还见着呢，你。没事，不着急啊。家里东西就是这样，你越放着仔细就越不好找。哎，哪天呢，你冷不丁的说我不想找了，它就冒出来了，丢不了。哈哈。磨不可啊。怎么吃啊你？啊？问你怎么吃饭？哦，自己做着吃吧。行啊，你现在。嗯。以前我发烧生病躺床上起不来，想喝口热乎粥，结果您老人家给我煮一大锅，底下一层糊的，中间一层夹生的，上头一层清汤寡水，说你两句吧。咦，你老人家不高兴，连锅带粥全给我扔外头去。有这事？哎，可我现在今非昔比啊，厨艺大涨，我现在熬的粥可好喝了，尤其是八宝粥，比店里卖的那个还好。我又来过，不稀罕。吃黄连吃惯了，吃蜜嘴里犯酸。真的，我现在厨艺大涨。一物降一物，能把你这种人逼得围着锅台转，这人我也佩服。不，也不能这么说吧。以前野外勘探的时候，我不经常也做点东西给同志们改善伙食啊。你在我面前是老爷，怎么上他面前就成使唤丫头了？那都是让他给逼的。你说他那饭呀，做的是真难吃，淡了吧唧的，连点盐津味都没有。我是生生的让他给逼出来的。他什么样啊？嗯，你后老伴儿？没你高，比你胖。我比什么呀？我。我见谁都跟你比，没得比呀。怎么认识的呀？到贵州第三年吧，我同事给我介绍的。他结过婚，有过一孩子。这孩子可怜，八岁的时候学游泳淹死了。他前夫呢，是在他40岁的时候，工伤出事故，也死了。这人啥命啊？咋那么惨呢？我就是可怜他们，我是想，
哎，行了，凑合过活，结个婚，过吧。可怜能当日子过吗？那你说的对呀。我那会儿心气儿不高，心想怎么过不是过呀，是不是？人嘛，怎么着都是一辈子。惺惺相惜，日子过得挺好呗。不怎么样，很不怎么样。就你那狗脾气，能跟谁过到一块儿去？那你要说脾气，他脾气可比我坏多了。我们俩一吵架，那是他追着我吵。俩人过日子又没前一窝后一串的，能吵到哪儿去呀？他又担心我把那点钱都贴补给这边的孩子呗。那怎么了？那孩子也是你亲生孩子，是你亲闺女、亲儿子，他想不明白呀？这法律都支持的呀。什么人呢？这个他要这个，他想不明白，那就气吧，气死算，活该。你说这人，他又不是没受过十月怀胎之苦，怎么眼睛里头就容不下孩子啊？我孩子怎么了？我孩子好着呢，你没告诉他呀？我孩子没花过你一分钱。我跟他说了，他不信。那他信什么呀？气着我月月跟你要钱去。你说，人都死了五年了，你还跟他杠劲，犯得着吗？是，我只能认你倒霉呀，活该呀，这是，是吧？结婚十年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跟他正经日子啊，在一块儿的，也就一年。为什么？我老出差在外啊，两个人不能碰着，我一回家准吵架，你这日子怎么过？你甭理他呀。我不理他能行吗？他把我经费都给我掐起来了，我能不理他吗？什么经费啊？工资啊，我们单位一给我开工资，他就去财务科把我那工资领出来存银行卡里边了，那卡还不给我看。凭什么呀？对，凭他是我老婆呀，凭什么？这臭美什么呀他？是你一吵架就把那米面啊就锁对面那屋里头去了，不给我看啊，完了自己又跑那大侄子那儿一待就是半个月。你这盛茂林，嗯，哎，你当初跟我厉害那劲儿上哪儿去了？啊，我给你生一儿子俩闺女，你说离婚就离婚，说走就走，头都不带回的。哎，你那劲儿上哪儿去了你啊？啊，你怎么现在那么窝囊啊？怎么你有短儿跟他手里捏着？后来我就决定要离婚嘛，单位介绍信都开了，可是这位突发性脑溢血，一下子就进了医院抢救了，抢救出来瘫了，躺床上了，一躺就是六年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能见死不救吗？我能不管他吗？咱不是那种人，是不是？命，就是这命。行，我看这点够吃的。嗯，我洗洗，这就放冰箱里啊。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哦。哎，你正好看到冰箱里，想吃什么晚上给你做。哦，好。哎，锅里还有汤啊，你自己盛点。盛旭说，你想把你住的那房买下来。嗯。得多少钱啊？他说给个友情价，50万。有那么多钱呢？我这不正想跟你商量的事儿。我儿子女儿没钱借给你啊？我也没打他们主意。我是说呀，你能不能把那印章找出来，完了卖给我，20万，30万也行了。我完了把他们凑成一对，我给卖了，这样一次性
付房款，应该够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吃进去还得吐出来的。那印章我不卖。不卖就不卖吧，你这嚷嚷什么呀？别生气啊！别打这主意，给我来点水。哎。哎，回去还得自个儿倒腾，一个人的饭不好做，跟这儿凑合一口吧。要饭的来了，我也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走啊。还那样，好好的话他就不好好说呀。说什么呢你？嗯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嗯，好好好，嗯。放回来了，爸，回来啦！您知道我中午回来啊？哎，妈，您是不是做排骨了？我，您怎么了？我跟你说个，哎，吃完再说啊。下班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上哪儿去啊你？妈，这个家有他没我。他是你爸爸。我是野种，我没有爸爸。你混蛋呢你！妈，你这么快就好了，伤疤忘了疼啊？里面这个人当初是怎么对您的？你现在就忘了？那他进了这屋，我不能给他轰出去。那是您自己不想轰。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怎么才能让你们个个满意啊？啊！我不让他进屋，你哥不高兴；我让他进屋，你们姐俩跟我急，跟我翻脸，我怎么办？您别把事儿摊我们身上，行不行啊？妈，如果您不想跟里面这个人他复合关系的话，您压根就不会让他进门。什么？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那是您逼我这么说话的。怎么这么混呢？真是，走了，都是你！你看孩子饿着肚子回来，一口吃的都没吃，就这么就走了。你说你以后别回来了啊！你回来弄得这一家子怎么过呀？这日子。行，事儿已经这样了。进去吃口东西吧，炒了一桌子菜，让我一个人打扫，什么时候吃完？你请我吃饭，我饿得正想发火呢。他没事吧？脾气一会儿就好了，都是你造的孽，你一个人遭罪，跟着一家子人跟你受连累。这姐儿俩脾气随根儿，跟你一个德行。你女朋友说他们仨没人像我。不说话能憋死你啊！给点肉，这都是骨头。那不是吗？吃不吃？我说您这吃相也太不淑女了。你干嘛装淑女啊？你真省钱啊！我怎么这么缺心眼呢？哎，你这一出一出的，幸亏我心如枯井，要不我怎么受了你这种人呢？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啊，说。
我不想在家住了，你帮我找个房子，我要出去租。哦，为了你刚才跟我说这事儿，没必要，不值得。怎么就没必要了？我告诉你，那老头子，他在我们家如果不做出口井来，他是压根不会撤军的。他这是想跟你们和解。凭什么呀？按他说和解就和解了，地球上是他家赚的。你这样逃避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。我不是逃避他，嗯，我不想跟我妈一块住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在家的时候就打个电话，我妈都问。跟谁打电话呢？你为什么什么话非得在电话里说呢？这花钱打电话是不是显得你金口玉言呢？还有啊，我周末睡一懒觉，他都要问。哎，我从8点到12点，他可以半小时叫我一次，我都还没生气呢，他先火大起来了。他说：“就你这么懒，以后谁敢娶你啊？”没事，你跟你妈说，有那不怕死的男的，白我。爸，嗯，我早就想搬出来住了，就是一直没个借口。现在好不容易有理由了，哎呀，求你了，嗯。我想想，我有一同事，两口子去澳大利亚了，然后呢，这个钥匙在我这儿，平时跑电漏水什么的都由我替他们负责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不嫌弃，我一点都不嫌弃。那你就去住呗。那多少钱啊？贵不贵啊？你能给多少钱？我吧，啊，最多就给800。800块钱你还想租房？我不没钱吗？行吧，400吧，象征性的收点，怕你住的不自在。这么靠谱啊？那真的假的？你以为呢？这顿饭我请了。哎，别别别，你可别坏了我的规矩。我出门吃饭从来不让女儿请客。你怎么那么喜欢你这规矩呀？再点一点。可以。老板，菜单。哟，你好，您就放桌上啊，放桌上，放桌上，对，放桌上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你别忙了，我也得赶紧回去了。哎，要的要的。喝，哎，谢谢啊。水我就不喝了啊，我也得赶紧回去把我那份送过去啊。行，那我走了，喝点水吧。行，不喝，那我送送你吧。哎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，来来来。有空那个来串门哈。哎，再见过，我们厂的工程师从来都没有来过我们家，你上哪儿见去啊？从来没有来过，怎么这会儿来了？那你说他为什么这会儿来啊？我哪知道平白无故的为什么来我们家呀？厂里发了很多东西，我一个人搬不回来。
厂里那么多人，怎么就偏偏是他呢？随便换一个人，你还是会问同样的问题的。行，我告诉你，第一，他顺道；第二，他有车。怪不得呢。哎呀，这个有汽车的人，那肯定比骑那自行车的人体面。不是罗耀辉，你什么意思呀你？啊，一天天的有的没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什么叫我想干嘛呀？你想干嘛呀？恼羞成怒，气急败坏，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对，你再使点劲儿，你能再使点，你把它敲碎它，算你能耐。妈，你什么时候变得也这么不会过日子了？这一天一个电话多费啊。这电话呀，是你姐夫单位报销一半，我不用花钱。那个盛开对你怎么样啊？他对我挺好的啊，下班按时回家，饭做的也比原来好吃了。哎，就放心吧啊。啊，儿子，你可要记住，这女人可不能惯啊。这个手里的缰绳啊，一定要勒紧了，不然到时候你收都收不回来。哎呀，行了，知道了啊，我这么大了。